Hello，买买君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关晓彤。关晓彤，中国内地女演员，国民闺女，内地90后四小花旦之一。2001年出演第一部影视剧作品《烟海沉浮》，至今出演过众多优秀的影视剧、电影作品，成长为中国内地优秀青年演员，代表作《左耳》《好先生》《轩辕剑之汉之云》。小姐姐这次做客买买星球，有什么要种草给粉丝吗？想推荐《轩辕剑之汉之云》，正在播出当中，大家可以多做一做拳击的运动，拳击的运动，拳击的运动。怎么评价这个饰演的薇娅这个角色呢？哇塞，我也没想到自己居然这么可爱，这么软萌的一个形象，因为我平常不是这样，挺坚强，还挺勇敢的，敢爱敢恨，都很软很 Q 的一个角色吧。这次饰演的薇娅是小奶气粉丝也截了很多可爱的表情包，这是否可以做几个表情包给粉丝呢？慢。轩辕剑之汉之云播出近半晚，很多粉丝也关心接下来的剧情是否能够透露一点点的。结局完美啊！结局完美啊！完美啊！完美啊！这还用透露吗？跟鹿晗合作了《甜蜜暴击》，那么在这部剧里面饰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？比较高冷，格斗女王，打拳打得特别厉害，没有对手。作为一个吃货，您最爱吃的美食是什么？西红柿炒鸡蛋，辣的，啃鸭头，鸭脖。多少呢？最长好像是107。可以跟粉丝分享一下您的瘦腿或者保养腿部的方法吗？他其实天生就那么瘦，捶一捶，揉一揉，把那个腿倒流，然后血循环一下。火星哥的一首歌吧 ，Just the way you are 还是什么，我忘了。听完之后会心情很愉悦的吧？要怎么准备过夏春秋呢？可以团聚一下了吗？私下里的时候都化妆吗？就爱化嘴，就爱化嘴，嗯。学习上的话，专师专用，不要三心二意。生活上的话，贴近现实，敢爱敢恨，敢做敢当，懂事又不失个性，不辜负自己。买买。啊，买买买的话，买买买。